真的是所谓你的美，是妖还是魔鬼？玄虎城少城主韩树，花人城三公主玫瑰，韩芊芊。她美色耀眼，舞姿再耀眼，风声瑟瑟跳灯花下一整年。三公主为何对韩墨如此掏心掏肺？因为我想让你开心。故人的眼神却楚楚可怜。既然我把账本交给你，你是不是该改口叫我英俊了？你太虎了你是什么意思？夸你帅。你怎么觉得你有点生气？你客气你知不知道？我没识破穿肠破肚的危险，真的是所谓你的美，是人是妖还是魔鬼？为红颜犯下最强盛，谁敢动他？的土匪，跟嘴角上扬露邪魅，爆炸热带刺的玫瑰。送人东西前，先问喜不喜。既然三公主抢了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如何要不配？又有他来送东西，咱们装出很惊喜的样子，成全他的这份心意。也别告诉他，我不会负心。少君考虑的周到。三公主不是去会知音吗？怎么，弹琴费胳膊？我又不会弹琴，只能为你忧。犯下最强盛如黄的土匪，看嘴角上扬露邪魅，我招惹带刺的玫瑰，闻声不见的被悄然的落泪，相爱一回，如何又不配？这乃是所谓你的美，是人是妖还是魔鬼？为红颜犯下最娇奢如黄的土匪，跟嘴角上扬露邪魅，我招惹带刺的玫瑰，闻声不见的美，悄然的落泪，相爱一回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你说过的每个决定，如何也不配。我不会走的。属于自己的世界。